6月29日，暑假就快要开始了，高雄的天气依旧很炎热。美浓的吉东国小在学校旁边选了一块地，在这天种稻插秧。那就345的学生有58位，啊，再加上家长、老师跟社区民众，加起来大概80位，在6月底、7月是这一天哈，来办这个插秧，然后在10月份收成，10月底呢我们来种萝卜，一直到12月份，啊，这下半年我相信小朋友都会度过这个多彩多姿又回味无穷的一个童年生活。美浓是南台湾的典型农村，超过70%住民以务农为主。可是农业式微了30多年，务农在一般评价中已经变成不会读书的人才会从事的行业。这种务农无用论的观念让孩子没有机会靠近田地，所以就算生活在农村，对农事也是很陌生。即便在最容易接触农田的乡村学校里面，这些乡村的学童们其实他们接触到农事的机会都非常的贫乏，非常的少。那这些学生呢，他们甚至连锄头都不会拿。那事实上乡村是一个最具有发展实农教育的一个条件的地方。农夫在田里劳动是农村常有的景象，可是小学生插秧却在社区引起大家好奇，一些热心的农民还忍不住下田帮忙。右手拿5到7根，走在十字路上，十字路口就插一个5到7根就可以了。有些孩子不熟悉田土，在田里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很可爱。不过也有孩子第一次插秧就有模有样，像从小在田边看爸爸工作，才10岁的黄永宪，手脚利落，不怕全身弄得脏兮兮。永宪，来了，妹妹来，怎么那么会种？你刚才你讲为什么你这么会种？我也没有种过。你没有种过？那你有看谁种吗？有，阿公跟爸爸。啊？阿公跟爸爸。想一想，回顾以前农忙时期，每个小孩子都工作，啊，现在给他们去摸索，也不是叫他们工作，是摸索。有务农，现在是务农，他会去看，对，他在学习当中啊，他看到他看到什么他会问啊，对，有时候开小铁牛他也要开啊，很小他就摸着去开啊，对。吉东国小校长叶雀根也是农家子弟，插秧的这一天就属他最认真，从头到尾都在田里没有缺席。这是因为在他的心里有一堂还没有上完的课。不要，我们的美浓的小孩子长大之后出去外面，当是听别人来介绍我们美浓的一个特产、一个文化，嘿，我真的是觉得那就是非常的失败了哈，我们那个教育真的是就是，不管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啊，真的就是失败，只会教小朋友读书，好，不会去关心我们这块土地，好，关心我们的农民。所有的事情都完全体验哈，完全体验动作。放慢，不要急哈。来，我们准备下田哈，准备下田。来，跟我走，来走走。来，起步走，来。民国96年，美浓的福安国小开始推行农事教育。最近这一届的毕业生，6年前一踏进校门，就跟着老师下田学习。6月7日这天的工作是采收玉米。可以了，这样做对吗？可以，这样做对吗？这样就可以了。好了，就可以丢篮子了。来，开始踩了。
假的时候回来，我来这边浇一下水这样子。你放假还会过来这边帮他浇水？嗯，有时候会，比较有空的时候就会过来。自己种的比较有成就感，然后看阿公阿妈种的，就只能在旁边帮忙而已。其实今天的玉米哦，长得真的很丑。为什么很丑？因为我们的玉米都长得很矮、很瘦，对不对？那会造成营养不良，是因为现在是雨季，这里又排水不良。好了，来，我们送到厨房去，然后再把它脱衣服。来，走吧。哎呀，哎呦。种稻、种菜、种玉米，只要是学生种的，都被送到学校厨房，变成小朋友的营养午餐。摸索了六年，福安国小的农事教育从田里发展到餐桌，学生开始接触农作物变成食物的过程。孩子们他们会去做，也会了解这样的过程，到甚至到收割，进到我们的谷仓，甚至到厨房去。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孩子他都有参与到，他有看到。从料理里面，我间接的透过这个餐桌上自己制作食物的过程，我有一个动机，我想看这株作物活生生的样子，这个鸡啦、猪啦，它活生生的样子，它是不是很快乐？这时候我才会去关心农夫的权益跟动物的权益。焚香敬天，祝祷谢土。在校长的带领下，美浓龙渡国小的孩子们已经等不及要下田了。陈小琴，你会不会割？会。啊，怎么割的哪一家？你就手反握，然后这样子，就是一直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割那么快，就是之前可能有看过五年级的哥哥他们有割，然后就是看了，然后我学起来了，然后我现在就会割。2005年，龙渡国小与美浓农会合作，开始推广稻作课程。只要是四年级、五年级的学生，都有机会可以参与种稻和收割。八年来，这堂农事课从来没有间断。一开始先翻土，然后插秧，然后再放水，然后再施肥，然后再。要割稻的两三个礼拜不要放水，然后再来就是割稻。综合课的时候没有事情的话，老师会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种的，然后如果草长很高的话，老师会叫我们下去拔草，然后有时候会叫我们去抓草。跟大部分学校比较，龙渡国小的农事教育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孩子们明显不怕下田，不怕抓虫，在大太阳底下工作也非常开心。稻田是教室，也是孩子们演出精髓童年的舞台。
我觉得人很奇怪，当脚趾头是自由的时候，他就开放了，他就放得开。所以孩子脱掉鞋子以后，下去以后就满身泥泞，他也觉得很开心，哎，就聊了起啊哈。我觉得这样的体验才是真正让孩子可以留在身体记忆里面的。每年夏天，阿伯乐进入盛开期，正好横跨高屏地区稻作一起收割和二期插秧的时节。不止农民特别辛劳，有实施农事教育的学校也跟着忙碌起来。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学校教育能够走出这个围墙，带着小朋友来外面，让他多看看，多做多学。那我觉得这个课程真的是可能真的课本上学不到的，我们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这样的课。那至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成效，有时候你可能短时间没那么容易感觉得到，但是等你长大到有一定岁数的时候，你大概就会回顾你小时候曾经给你的那种土地的养分。电线杆上的燕子低头看着小朋友叽叽喳喳在割稻，水田中映照的有蓝天白云和学生插秧的身影。福安国小今年的毕业纪念册上，满满是孩子们一起务农的回忆。这些幸运的学生遇到了有热情有理念的师长，而其他只在课本上看过稻子的孩子呢，不知道他们何时才有机会也能修到这堂田间学分班。